今次同謀呢一集咧，就係移師到馬來西亞。整體嚟講，成個故事裏邊嚟講，其實陳探呢個角色亦都要同一幫想殺陳探嘅人咧，要有一啲正面嘅衝突，咁所以都有幾場嘅動作場面。喺個動作場面上面咧，亦都應對翻當地一啲特質嘅城市設計。而呢啲動作場面其實就唔同家輝唔同啦，家輝就會可能係拳腳。其實喺戲裏邊咧，就講佢一個識得打功夫嘅人啦。都有部分嘅係打鬥場面啊，或者係涉及爆炸撞車。吊起咗個人啊，搭落嚟啊嗰啲，再加上佢自己本身有哮喘病啊，咁啊變咗喺嗰個打鬥嘅場面底下咧，就變咗其實有少少幽默感喺裏邊嘅。而我嗰啲咧就係可能一啲比較危險性極高嘅一啲場面啦。譬如有一場戲就係講有一個 sky train， 即係嗰啲架空鐵路，就啱啱有個位咧，有條天橋就係穿過一棟大廈。當一個人如果在呢個大廈跳下去的時候，啱啱嗰架車駛緊埋嚟嘅時候，嗰、那個危險性有幾大呢？都有啲生命危險嗰啲咧嚇，就揾我做咁樣嗰啲。嗰個連環嗰個動作上邊係幾吸引，同埋都幾特別嘅。我記得有一場槍戰啊，喺後巷喺後樓梯槍戰嘅時候，講嗰啲反應彈太真實啦，佢真係藏咗粒喺嗰個門框嗰度。咁我講我當我閃嘅時候咧，哇！一爆出嚟嘅時候，我後面背脊好似真係中彈一樣。嗰場都幾驚險啊，因為其實距離塊面啊嗰度好近，所以都大家都有驚無險啦。喺視覺上去睇係即係都會痛嘅，但係喺拍攝嘅過程，導演都將每一件事情都係控制得好好咁去拍攝。我覺得最緊要係事前做曬所有嘅安全措施啊，咁導演亦都好了解。整個運作啊，所以對演員嚟講係好安全。